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黑旗》。好吧，来。第一次对上60等军舰。哦，意外的发现，如果开得够快的话，他的炮会打不中我。那好，我就用迫击炮跟他对战。穿过去，右转右转，耶，读过。接下来是左转。还是会碰到一点血，但是可以躲掉还蛮多的。看我反击了，耶！再来，然后杀20个人，这应该是最困难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瞄准。把鸣枪打掉两个指挥官，剩下来就上去杀吧。哦，至少你的枪可以穿过墙壁。为什么？为什么？哦，发生什么事？看来这一下应该也会损失不少船员。20个了，还有血，应该没有问题吧？军舰的哨兵比护卫舰还好对付，他不会一跳上来就可以砍得到我。咦，旗子呢？好，消失的旗子。是送舰队啦，好不容易打赢了60等军舰，
我记得传奇船只是75等吧。那升完精英装备应该就可以去挑战。这里还有一个海军契约的任务还没过。啊，飞射跳太远了。你改造一下我的船好了。我装了新的船首像和灰帆，之前收集到的灰帆武器的部分已经没有办法改装了，要等收集到精英计划才行。你好，撕裂者，一位勇敢的乡下人及其亲密的朋友已经被邪恶的英国船长害得失去生命，击沉他的船，英国海军反抗号以及其他援助罪犯的一干人等。我还是没有很理解他们那个时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像我是海盗，然后我现在要去炸英国的船，感觉国家的船应该是好船。破坏舰应该不能，先用迫击炮跟他打招呼吧。打了两声招呼之后，他就快没血。任务的敌人通常都比较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杀到那个墙壁，不然就有三个。聚在一起的时候要锁定目标好像是比较困难，我不小心砍错人。任务完成，再来要去哪里呢？我记得这附近应该还有还没完成的地方吧，有新的东西耶，那之后再改。对，我就是为了暗杀契约才会跑这么远，就是这里，我回去把那个暗杀契约解完。Ride the wind! Oh,
one more pull. Don't you hear the mate a-ballin'? Bearing hard for cliffs, Captain. Stands up with a will.忘记要看了。四千，你们这些刺客都不会委托近一点的地方吗？偏偏要跑来这么远的地方委托我。在哪？哦，这也太远了吧！跟上次一样，可能还比上次远呢，因为毕竟要绕过一个那个陆地。哦，要是列船呢，军舰护卫舰，再试一艘看看好了。Loose main sails! Get those spars free! Let's see that dock! Fire! Yeah! More trouble in there, Captain! Give the order, sir! They're firing mortars! 等一下！糟糕，那个距离有点近。直接对轰吗？我先还比较多，试试看好了。哦哦，好痛！不行，我要输了。No， 太强了！看来不能硬拼。盟友在被欺负，你是什么？看起来应该是护卫舰，真的被炸成。欺负我的盟友。这下也蛮强。哎，盟友，你怎么停船了？盟友在打。哦，那边还有其他盟友过来。这是某种事件的触发吗？啊，可能要打赢这艘才会有什么隐藏任务之类的。我要吃个炸条这个东西了。哎呀，我快死哎、欸！好险！搞什么？被一艘护卫舰打成这样？角度不是很好，看不太到。
哦，敏捷士兵的三种头发颜色。之前在修船的时候看到，想说怎么颜色变红色，以为是刚好光线的关系。它真的是三个颜色哎。不知道其他卫兵会不会有三个颜色，不过他们戴帽子，很容易看出来。干嘛？看不太出来。对啊，就是每次跪的那一只敏捷士兵，我现在就觉得他红色头发冒出来。一直以为是光线的问题。嗯？怎么什么都没触发？好吧。我又猎了一只白鲸。然后到了。升级到精英鱼叉的时候，猎白鲸会稍微轻松一点。之前影片中，我的影片中要射两下才能阻止它的尾巴和从水里冒出来的攻击。精英鱼叉之后，我第一次猎白鲸，它居然一下就可以阻止了。那个浮木可以踩吗？啊，我记得那个地方，这里我曾经花很久的时间才把它攻下来的，就是一个蔗糖人。我先把哨兵催眠，哨兵最麻烦。我回去看看那草丛好了。哇，这样你会不会发现啊？通杀这个。哎呀，慢了一步。不过这一次暗杀好像没有说不可以被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差。我还是小心一点好了，避免死掉。外宾人数不多嘛，就两个。没有看到目标哎、欸，在哪里呢？啊，就是它了，最后一个红点，我看到了。可是他朝我这个方向看，用枪好了。好高哦！不管，我不想爬，我不想绕一圈，我跳下去。
居然没有神血，我原本做好扣一半的心理准备了。这样真的可以踩耶，而且连晃都不晃，不科学的浮木。有个盟友在攻击护卫舰，我是正在前往主线任务的位置。帮他忙了，反正我已经炸了。不过盟友会不会是其他玩家？因为如果护卫舰可以跟好友分享位置的话，那么我肯定算是线上事件嘛。要是其他玩家，我就抢了他的护卫舰，感觉就不是很好。应该不是啊。没有命中，不知道多少钱欸，护卫舰通常都有钱，这种有 R 的居然是10000块，好多哦。看一下，啊，这应该不会是玩家了，玩家的话应该也是喊压号才对。Get the mainsails into the wind. Loose. 他经过好几船船战，我终于抵达主线任务的附近了。刚好看起来还不错，好久没有来到这种大地点了。就要先从拯救这个海盗开始吧。还是依照惯例吧，所有东西都拿完再来过主线。You are mad. I will save you off my boots. Yeah!
这个头发是白色的，那我怎么好像一直在注意人家头发颜色？监视塔，金士顿同时会受到殖民地战争以及海盗活动的威胁，因此需要守卫塔，尽快在被攻击之前收到警报。这该不会是无法破坏的大型警钟之类的吧？金士顿在1692年，一场惊天动地的地震摧毁了牙买加的主要城市皇家港。迫于无奈，这些城市遗留下来的难民只好跑到附近的小城市集结并定居下来。这里最后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金士顿。在1703年，残存的皇家港也被海盗烧毁，金士顿也因此快速地成为主要城市。今天，金士顿是一座多样化、不断成长且远离尘嚣的度假胜地。这个不能被发现，我记得我之前有用狂暴吹剑让他们互打，然后就成功了。啊啊！海盗不小心被杀掉了。好吧，看起来用狂暴吹剑还是有一点点风险的。先俯瞰一下吧，取得附近的视野。怎么上不去？上去啊！奇怪。这里也很漂亮。哎，你为什么要推他一下，不刺杀他们两个啦？你在干什么啦？看这个手稿又是什么？咦，怎么没有手稿了呀？地理介绍：两个的员工从佩翠斯皮阿皮纳斯所著的《地理介绍》一书取出的图片，曾经是彼得贝克福德的财产。最后我们就再来拯救一次这个海盗。这集感觉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事情。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Pull me from the deep there, Captain. Jack thanks your hearty. Not, no, what?